球，华丽的游戏。足球，技术与力量的结晶。足球，世界第一大运动，无数人狂热的梦想。足球，生长在每一片土地，一个国家光荣的梦想。足球，孩子的快乐，中国的未来。足球就在我们面前，一个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远大梦想。恒大集团肩负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积极投身振兴中国足球的体育公益事业。作为以住宅产业为主，集商业、酒店、体育及文化产业为一体，总资产超过2300亿元的特大型企业集团，恒大用梦想拥抱未来，打造出了一支目前国内投入最大、国脚最多、外援最强、战绩最好的亚洲顶级足球俱乐部。企业越大，社会责任也越大，中国足球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尊重，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业，恒大对此责无旁贷。从恒大进入这个中国足球开始，恒大就感觉到我们有社会责任，下定决心为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要竭尽全力的做出我们的贡献。足球人口极度匮乏，是中国足球落后的一大根本原因。投资建设全球最大的足球学校，扩大中国足球人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足球落后的问题，是恒大承担社会责任、振兴中国体育的又一个坚实足印。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选拔热爱足球并有足球运动天赋的少年儿童进行科学系统的培养。在全国24个省和自治区，以及3个直辖市，面向65106所小学的4578万小学生，派发了1900万份招生简章及报纸家报。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文化学习与足球专业培养相结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相衔接，中文教育与外文教育相融合，这种独特的办学模式将会造就出具有高文化素质的中国足球未来之星。速度测试、力量测试、耐力前置测试、协调性测试、柔韧性测试、智力测试，这样层层选拔出的是中国最优秀的足球幼苗，将是推动中国足球真正崛起的重要力量。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全世界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之地，由这家世界顶级豪门委派的技术总监以及具有欧足联 A 级教练员证书的优秀教练员，全权负责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足球专业训练。我们完全按照皇马俱乐部的标准来建立学员选拔体系、训练体系、竞赛体系和考评体系，学生不出国门就能接受世界最先进的足球专业教育。此外，学生每年都有机会到西班牙皇马足球俱乐部青训营接受培训。La verdad es que estamos muy contentos de poder ser parte de este proyecto y mejorar día a día junto con Polo Chino. 与华南师范大学全方位合作，
使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在文化教育方面拥有了强大的优势力量。作为广东省属高校中唯一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华南师大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名列前茅，它的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也都是全国名校。最先进的教学设施，最优秀的师资力量，在这里应有尽有。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一条龙的教学模式，保证孩子们全面享受到优秀的文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孩子来到这里，家长们完全可以放心。名校的门槛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为了不丢掉任何一个具有足球天赋的好苗子，中国扶贫基金会特别设立了恒大皇马足球学校专项助学金，对符合贫困生标准的学生进行分级救助，最高救助标准可以达到每学年35000元。贫穷在这里不再是埋葬天赋的坟墓。La struttura così bella, così ripeto, avveniristica, e sarà un grande piacere venire spesso a visitare questa struttura, la prima squadra della Guangzhou. 我是恒大足球学校的执行校长刘江南，我们要把足球学校打造成为规模一流、设施一流、品牌一流、水平一流的，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就有重大影响的足球学校。携手足坛豪门，联合南粤名校，引入扶贫基金，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独特的三大办学优势，把中国足球的未来牢牢地记在了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大家好，我叫杨启源。叫严培莹。我叫汪文伟。我叫张志豪。我的理想是成为中国的梅西。为卡西利亚斯。参加国家队，成为世界足球之王，带领中国队。中国男足联赛 U13 冠军，中国女足联赛 U13 冠军，亚洲男足联赛 U13 冠军，亚洲女足联赛 U13 冠军，这四个耀眼的冠军头衔已经列入了足校的3年目标规划。3年4冠，既是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足球走向崛起的圆梦之路。